辟谷减肥立竿见影，绿色环保。辟谷七天可以减重7到15斤，14天可以减重15到20斤。辟谷如何做到不反弹呢？一、增加体育锻炼，养成长期锻炼的习惯。二、可以采取过午不食，也就是说呢，晚上不吃或者少吃，这样呢，不但不会反弹，而且呢，还会继续下降。